你说叫我停止没问题，可是我真的很害怕这个影片对我造成的负担。比如说，如果我现在出去，你有你有你的主张 ，OK？ 对啊，对我到时候工作或什么之类，然后现在他在这边他在快乐，然后我却会造成我的工作顺，好的，回家路上，那就各自前往吧。对，好。那他我会我们会带他回去，好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是那我要过去吗？还是？